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到了上海的徐家汇商圈，然后我身后是这个徐家汇的天主教堂。那么上海的徐家汇商圈也是上海的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。上海一共有四个啊，徐家汇商圈、曾厦、呼马还有一个五角场。那么正如是发展最不好的，徐家汇商圈也是一个老牌的这个商圈，已经发展了将近有的20多年了，所以现在非常的可以说是繁华和成熟了啊。那么我现在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徐家汇的这个天主堂，就在我的背后，这边是一个圣爱广场，而且这边是上海天主教主教区的主要的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啊，那么就今天随我镜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徐家汇天主堂，哎呀，真的很气派啊！我发现天主教的这个顶啊都是蛮尖的，都是这个尖顶，跟基督教不太一样。基督教它分成了基督教、新教和天主教啊，但是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个天主教它信奉的是玛利亚，基督教、新教它信奉的是这个主耶稣啊。广场人还蛮多的，这边晒晒太阳，看看书，感觉都蛮好的。然后这里是那个圣爱广场，这广场改造好之后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来过了。现在已经是给市民文化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啊。